诸葛亮可把念这篇铜啊是二先生可有速看人夫他现在顾行多少次过来去说也不说得很这个二先生没旁人情有心一线刘备在此立后都死刘备没开个望铜儿冰冰是急死你那个都死都死是不是帮助我的忙或者立后都死立在这样有这样子做都没做立后都死了既然刘将军在此何不招募刘备听那个招募你起来了呢上用根系在前说过之后推跪下他杀将刘备这一山刘备两道目光就望住他的背影望住刘备心里话还没出口无不出口人听不见心里话不好别在后门留的人去找了铜儿赶快把床看开的把这张炭拿去等灯子送好了真的一路请刘备了做铜儿茶捧好了不顺便来了个战士捧茶随战士捧茶奔山的奔庄的泉水送出顾祝先生著名茶捧好铜儿就现场刘备就住在此间等等了又有将军不够时辰的样听到刘备想出来了赶快朝前站刘备想想回到他的朋友磕头回到他的兄弟磕头回到他的丈人叶执茶磕头这个回到他本人各位有一大力相见刘备及林成王看见逐步声越来越近一望无涯刘备站立之下好出来一少年少年诸葛亮身高八尺容长不面清美俊貌整顿的阔口大大亮耳无须无鳞他挂七岁也出来有胡须呢头上戴的冠巾身披黑裳冠巾等于这个那个方巾不是的他的样子好像是方巾样子就冠巾江都统官朝集成身披黑裳道家大扮圆领坐下是领外出旅手上抓住一把五马大仙刘备痛战好少年人你看头戴背人同身中背人同手拿也背人同可见胸中书下也背四人同刘备枪不相信啊好乌龙先生心一心刘备青木先生高明陆伟公而去去两次的门唯独真言精准前来不加相信是刘备平生是万幸也双膝跪倒诸葛亮叹了一步原来刘将军亲戚亲戚亮也胡的胡能胡老将军如此刘备起了身要求了住下来同儿奉行现场茶罢子喝刘备想想要跟他用四物勿龙先生刘将军被七岁到府可说两次第二次冒雪前来先生不在府中刘备成长一手留于文集微博先生口断烂腹你可看没看刘将军亮未曾在家渡水杂人放回去杂天才回来的杂工将军属于可见将军为国为民但恨李将军书问在非人也问出来了问我不好回来的哈哈哈是乌龙先生司马德超之言屈原这词语其许谈在啊刘将军得错原则来是指高明之事李将军那壶虽没玉而且误着碗是壶刘备可说一球再球三球诸葛亮一推再推三腿都没点他出去刘备把他胖了先生望你先生天下苍生为念开运出庄想助刘备灭之心
诸葛亮样样摇头，刘将军话虽如此，亮才疏下心，尽量有一国情的将军电曰：“同啊，这个二先生屈来时一颗弓，同啊拿出来一副画卷，另外一根挑帐。”诸葛亮西城就把画卷拿，提头打开，朝挑帐上一挂，一副画图朝下一拉。然后诸葛亮到刘备面前，刘将军来请看。刘备跟住诸葛亮来往，诸葛亮收在此将军，请看。刘备往往看见上头几个字：东西两重五十四州，全统吴。所以人后人看到刘备将帐拿过来，哭得来的，看花看得来的，玩花又玩到他不简单了。刘备王主诸葛亮之主刘将军，你将军欲成霸业。将来是呢，不让曹操见天时，难让孙权成地利，将军举重可见人和。人都以为天时地利人事，这个三样啊都是天时地利，好吧，天时也的，地利也是也的，他又做面不及人和。这个人和了不起，一直到现在你像刘备的这个人和没了掉，能提到刘备或者听到刘备大败仗都带他叹息，这就是他的龙虎了。因为曹操打了败仗能把这个龙子死得了好，都是这样情况，所以叫举重可见龙虎。刘备呢点点头，照亮这说，刘将军就无人可得了。在亮开来刘将军一个地方，荆州最好。刘表怒骂无人，谄媚孙权。李将军要先居荆州为家，就是为庙，后定西川立业，成鲁氏大一口城，干涉可信。刘备说：“啊，是。”诸葛亮也把画图，朝鸡群，提灯下朝鸡站，先生把画图抓住。刘将军，此乃亮为你将军所谋，大业还望将军自图无耻。刘备说：“那与去年到今年，登门三次，磕头朝头，眼里长长，你把这封字画吧。”刘备不同意：“先生，先生，捧住画图，挂在地方流泪，一去不返，哭成什么样？泪洒袍面，已经尽散。”诸葛亮叹了口气：“哎，刘将军何必悲伤？承蒙李将军不弃亮，愿效犬马之劳。”刘备这里无恙，哈哈哈哈哈！武学大将笑起来的，眼里还淌着这颗听见诸葛亮前面出状，大笑了。话头赶快叫了一通，就是拿走。你家先生刚出去，何必要话头呢？同啊，拿走啊！就继续说：“豫州当了探古穷，胡心南阳有乌龙，又是他年粉丁中先生孝慈画图中。”刘备在这个时候心里得意了，乌龙先生承蒙开云出状相助，刘备平生之万幸，天下幸甚，谁皆幸甚，邀请坐定下来。刘备随即在身边把李典李铁取出取出来，叫了吧诸葛亮吧。刘备就想，现在诸葛亮电影工出去了，我究竟把什么工作给他做？我不做县令，县令之下诸部不能叫他出去做诸部有了。好在前者屈辱在我面前为军师，这个军师啊，上次我刘备请教军师，下次三军皆请教军师，没得大小还请他做军师。哈哈，是乌龙先生承蒙李先生开云出乌龙岗相助，刘备没有旁听，还是拜李先生为军师。诸葛亮点头，什么意思？我要么不答应你出去，答应你出去，不在乎什么身份官职大小上，所以就答应接受军师二字。刘备在这刻得意了，李典立即取出，哈哈，是军师，他就改口了。
请刘备西去，魏牧天帮你在此，望君三国笑难。诸葛亮把李良的提起过来，忘了没有？同儿这个先生坐在拳手啊，重重开啊，是同儿把李良的提拿了去，就壮看下去，把所有的礼物都要发上来，要收下来。刘备这次看见同儿，哎，先同刘将军，请你呀、啊、下去叫下那个官长两个小子上来拜见军师啊。同儿应答，带着庄看下去手里我接着就叫官长上来。这个是官长已经站在板桌边的地方，刘备一望看到二位兄弟到了，二弟呀、啊、赶快起来拜见军师啊。关羽王位呀，把三兄弟汪汪三弟，你看哥哥做军师的本事大了，走到一个接斗着不去，关羽哒哒哒哒哒上来。关羽这个人自大自刚，只要哥哥招呼他，他都做呗。上来到了诸葛亮面前，军师关某见军师，参诸葛亮头的，我毛大仙这天二将军少礼。刘备啊，三弟来拜见军师啊！张武，哎呀，宋江难道这个才起来还要拜见他？有先前放火烧他牢房，他就睡不成了。哥哥招呼来，二哥一上去，我说不能不上去。张飞爷他佩服你清心足胆，不佩服你眼睛被毒也是。叮咚叮咚，抽屉上来，心里是个里，令人都想不到。好、哦。严仁峰大哥吩咐，喂爷，原来今天这军是弄他个李二八哈，弄他个李怎么哩？不要先是个李丑。诸葛亮如何？诸葛亮也就有意的，我马大仙在的，罢了。好，嗯，是在今天哥哥在这块，你看你，恨了罢了。刚我看罢了的人很少，哥哥还跟我客气成三弟少哩。中尉在你记者帐上，一天要跟你中顺长回来。张飞就在那记者帐上。刘备想想，哦，还是把军师今天就带了走，不走。军师上还有许多的事情，那么我就跟两兄弟先回行一行，明天再不能啊。我先走，明天再来。他都出去了，他家兄弟对山里水里没有动，这急抓不到，往来马车不知去向了，老实些了。就两个兄弟先回去，我就在乌龙岗等个一下，明天跟军师一起走。刘备相领二位贤弟，兄长，请二位贤弟呢先行回行也。是，对他们众人讲说，其实我已经请到军师。是，愚兄明日跟军师一起回城啊，你们。明天在城外十里长亭待军师接风，请遵兄长吩咐。关羽应答，把张飞带住就走了。带住就是到地下呢，把当差的带住，担负带住丢了一匹马下来，把哥哥的马匹摆在这块，另外丢一匹马下来。那军师明天他不能步行是吧？所以马丢下来。两匹马在这个时候交代清楚，有童儿随后叫张干把他走上了岗，赛后操了，我都不收税交代了。关长带住其余的人中回奔新义县，到了新义城中，孙坚、蒋勇等人异口同声我说：“啊，二位将军，朱仁科放都放了，说怎么样？张飞首先，哎呀，不可提起到我的蓝斧。”三将军这句话怎么样？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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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诸葛亮睡觉的话，他放火的话，由头至尾讲出一遍。哎呀，做这时候三将军，主人这次走这样打，叫我们先回来了，明天他让诸葛亮来，还要叫我们众人在城外设立长亭，叫他接风。孙坚等人一个个扎嘴摇头，不做了。说连这样情况还叫我们带他接风，明天不能不去呢。到第二天，他们当夜到十里长亭接风。关长之后，刘备就在乌龙岗跟诸葛亮两位谈谈。
到了晚间，今天是祖阳的东道主人办了小差，他们君臣对住，哎，才坐下来，三先生诸葛军到了，祖阳守在在先帝，兄长这就是刘玄的将军，赶快进攻。三先生见刘备进来了，刘备回京，他们请酒上轿，刘备也不多吃酒，两位吃两杯酒，十几柱小带应着来去，七杯残小些酒打入木打茶，两手等等。到了晚间，刘备是个诸葛亮，虽不是低招二名中尉，是同探，不凡去一说五说到此一招，诸葛亮起身，熟悉之后。到总督堂分享辞别总督，要出去了。辞别总督之后，收拾收拾，诸葛亮出龙岗有什么不得东西？就是一担行囊，香笼。你别看香笼，香笼里头装的这笔人，装的这笔地方合适了。哦，嘿嘿，秦腔九军厮杀是东西两重，博物馆就连西腔苦逼人全在下箱子里头。如果各留着箱子外送到本领一绝，什么就是秦建书下书太多了，他把一担箱箱笼收拾好，诸葛亮出龙岗啊，就是一个铜儿跟随他本身，旁的人就不带了，趁这个交代清楚，随后这个铜儿要到年龄他就慌了，不是有出龙岗什么铜儿这多领导都这搞不死的，他就慌了，稍微过了十六岁，他就换一个；过了十六岁就换一个。我们交代他就是一个童儿，跟随住。诸葛亮在边都准备好，刘备也就熟悉别准登军事，叫人下去把马匹先准备。三先生把黑门男女四袍完全都吊起了，由岗上一直站到岗下，两边燕翅分开，等于背对。想送诸葛亮出岗，刘备在这刻见诸葛亮辞别过总督之后出来，群臣邀请出外，出来采匪，到了港口拆岗浦下岗，三先生跟住送啊，一直送过了后岗湖的这座小桥，三先生还是要送，诸葛亮主张说先帝送个千里总须别。先帝回去吧，三先生舍不得还要再送一程，诸葛亮只好让他送了。他们走着谈着说着，马匹有人走着，到了地下下来怎么讲？篱笆路，三先生止步了。诸葛亮主张先帝不必再送，三先生兵兵手手说小弟不愿送了。刘备邀请诸葛亮上马。先生上骑，刘备上马，行囊箱笼，只有大钩子，那么一领，这个时候还要单挑就行了。铜儿跟随后面，刘备跟着诸葛亮并排而行，走走，诸葛亮掉脸汪汪，走走掉脸汪汪。有时候恐怕要闪过家门而不论了。先生出岗，诸葛亮出五龙岗，是什么来起？纪念十三年春正月二十五，我交代清楚，我们呢把他抓中说，就是纪念十三年正月底，诸葛亮出了乌龙岗，跟随刘备赶奔新义城中。赶奔新义城中，到了新义城中，他当然小队军是封公公，公公封好了以后，他们就分别的到公公休息。